我们在这里删掉了一场戏吗？删掉了一场戏。你要小景来干嘛吗？我不知道。哈哈。你看那个房间没有吗？但是我们这场戏哦，整整一整场哦，拍了好久是吧？他剪掉了那些是吧？写下了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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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之后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画面两个人，然后身上我把刘琳也拎起来，然后在那转圈圈。